椎间宫颈手术大概需要多少钱呢？椎间宫颈是近10来年在中国国内迅猛发展起来的一个治疗椎间盘突出症一个很微创的手术，效果又好，开口又小，开口只6-7毫米，效果一周内几乎可以下床，一月内可以恢复正常的工作。但是它的费用在3级医院一般都在2.5和3万之间，在2级医院也在2万左右。它的费用主要贵在它的一次性耗材、术中的设备上。假如是一个脱垂的椎间盘突出，年轻的病人进镜子不需要射频。